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评论道》。今天我们为您挑选的棋局呢，是首届新奥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半决赛三番棋的首盘。那么对阵的双方呢，都是两名中国棋手，分别是柯洁九段和李哲六段。那么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，是刘晓光九段。刘老师您你好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新奥杯这个半决赛正好是我们国内的高手之间的对阵。因为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柯洁呢，这个人机大战，所以的话题啊，它很热门。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他的最近的下的棋啊。李好。哲呢是最近也是胜率比较高的一位棋手，因为之前呢他是去北大读书去了，沉寂了几年嘛，但是今年呢又复出围甲，代表上海队参赛啊，所以呢最近也是看起来这个成绩也在节节攀升之中。好，我们看啊，柯洁黑棋，粘上，粘上，然后呢，这个棋呢，它是两个小目，两个星位，两个星位，好，啊，那凑边小目挂挂角，下，小飞，常见，然后在这个位置，是吧？对，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是不是也他应，比较喜欢一些？这个位置不陌生，反正是都经常有对这个地方的局部的研究很多。然后挂角，这个棋呢，现在这又是流行了，那脱退，也不是加攻，就脱退，这个非常也是应该说是对，常见的，这很普通对。哦。李哲呢，他是粘上，他不是虎，是虎的，一个也很多，可能比粘上都多，对，对吧？前一段什么 AlphaGo 等等下都是虎的居多，虎了你一跳啊，就再拆在星位啊，等那个下法很多。而现在呢，他是走的这个粘上，这个应该说虎啊粘呢，这个都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说一定的好坏啊，这个都可下，都是布局和定势，只是选择问题。对，现在呢，他是拆的，李哲是走的这个，拆一个，然后黑棋再逼住，对，也很正常，是吧？到现在为止都很普通，非常普通，非常普通。他们李哲没有选择什么虎一个，你一跳，他走在星位那个拆，那个是最近也前一段研究的特别多，那个特别多。现在呢，他是走这个，这个是一个传统的下法，走这个，然后白棋再挤一个，是黑硬手。对，虎一个呢，他就断了两下力先手，这个更加的结实。现在呢，是柯洁就粘住，粘上这个他算作你的，了，他觉得你几着就几几着着吧，几着，问然题不大，后对这个棋呢，下到这个时候，白棋再去下一步啊，这也很有意思。他是这个局部呢，他在这个地方星位碰一个，星位碰一个是这个地方。也是一个，这个应该说也见过。对，早先下出来的时候呢，就是其实这个黑棋的子啊还隔得老远呢，那会儿也是阿尔法狗下出下来出来的，星位靠。，AlphaGo 之前我们也下过，但是呢形状不一样，也许对，啊，但这个地方不陌生，在这个地方碰一个，是在这个局部，尤其是在近的，远的话可能碰它还可能挂角，如果尤其在这个位置。碰一个呢，也是真的是算是一个好位置，算是，眼见应该说是不陌生。因为其实说从棋理上来说的话，也能说得通，因为就是人家子多的地方，我就要跟你挨着子子啊，多要地寻求方腾挪，往上碰，对，要跟他挨着，对，空旷的时候最好是离他远点儿，稍微有往远一点，这是一般从理论上说。是的，这个呢，就是说你要搬，我就搬里面。你要搬这面呢，我就搬这面，它就是一个这样的，就是腾挪的地方，看你怎么选择。最后柯洁呢，他是选的退，他觉得搬在里面被你连搬这个不太好，我搬那个被他搬这儿，他不愿意被你搬这个，搬这个呢之后这个地方怕孤，所以呢他干脆就连在这里，他把这个先固上这个子，对，如果你搬角再断，他是这么想，没错，就这么定型了。白棋走一下呢。就暂时先先搁不着，往下走，也不搬了，搬了怕断，干脆再走别的地方。
二间高架。二间高架，这个呢形状，你看两翼中央应该是好位置。嗯，两翼中央是个好位置，这个应该说也是这个正兵，或者说我们正招是呢正手。嗯，在这个地方走一个，应该说没有说坏的道理。没错。感觉挺好。对。但是下一手棋，有点让我们吃惊。下一手棋走什么？他在这儿尖冲了一下。尖冲啊、尖冲一个呢，等于是不也算正常的下？对，如果说白棋爬过的话，黑棋您觉得接下来是压住吗？肯定是压住啊，压住。嗯，这都这就有点难受了，我觉得白棋 不能被他连扳，对吧？对啊，这扳了连扳怎么办啊？对，如果你扳，他可能扳一个。哦，他是扳的。扳的。那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我也不知道接下来怎么走。大概就是这一类，他就想压迫你，压迫。对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没错。这个反正对于黑棋外面的阵势还是有帮助。外面，他反正就先在、先走那边啊、这个棋呢，这个地方也算一个，这个地方也算一个好手吧。对。强手。现在都是这么下的，强手点在这儿，这个都是柯洁一流的强行的手段。以前因为这个他就往这边对，以前如果说黑棋像这种打入的话，是不是就被白棋盖住了？对，打入盖住、你如果顶过了，他就给你了啊，那也没什么了啊、他就给你过了，然后他走中央就拉倒了。现在呢，走这个呢，让你选择，你贴这个，你是贴这面，嗯，反正我就要么中央，要么给你贴，现在就强行贴下去。对，贴住。那这个棋呢？这样下是不是看起来比直接打入这个拆三的中间要强烈？要那个什么，要狠一点啊、要严厉一些。对，要狠。感觉。现在你是搬这个，对，他然后再搬这个棋呢、如果你搬我粘上再搬起来，那就把你割断了。嗯、所以呢，这个棋白棋就算了吧，他就给了。白棋如果说现在搬下去的话，那显得这里。这颗子就很有用了。对，现在可能白棋不能走那个，白棋就粘上了，然后黑棋扑住。这个棋就算黑棋呢，他就一转呢，给你上面，他走下面。嗯，这个也比较强，他是后发制人，像他是关键有还有扳的连扳的。哦，就白棋的补啊。这个比较厉害，就是这还得补。现在如果不走的话，那直接被搬出来，那比较强烈，对对对，肯定得走一个。白棋走的是这个，这个对，嗯，白棋走这个，他补一个，对补一个，那个、应该说是，那个方向补在什么位置了？问题对，是的，必须要补，看往哪个地方补呢？嗯，这个补在这个地方，也有说补这个好呢，还是尖冲好啊？啊，我是想尖冲一个。哦、那么尖冲呢、你贴一个，它再跳。对，是这样。应该是这样。我觉得如果说能下成这样的话，觉得挺满意的。跳这个，对。如果它挖粘的，我就贴住，正好。对，就是大概是这样。这个形状是不是比那样好一些？比那个完整一些。是。嗯，这个应该是比那个完整。嗯、这个呢是，也是可以考虑的。嗯嗯，这个挺好。白棋这个呢，因为你跳的时候啊，它不挖，你靠这个它能够挖。没错。挖是成立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棋如果说这样，靠对你靠的话，它能挖。挖一个就是说，白棋不敢就是黑棋不敢用强。对。如果粘了被它断了，这个棋啊很危险。对，这个敢这样吗？这个很不知道，黑棋比较危险。而且我觉得，白棋实在不行，弃子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。不，他这冲下来就麻烦，是吧？冲下来就要跟他战。嗯，黑棋不敢这么下。对，不敢。他如果靠一个不成立的话，只能刚才下成挖粘的形状、对对对对，那白棋还是不错的。所以白棋可以考虑这个尖冲。嗯，可以考虑这个尖冲是应该的。然后他是走的这个稍微软了一点。他走的这个大跳、对，这个软了一点、这个地方有后续的黑棋手段。没错。我们往下看，下面黑棋走的一个很特别的了。大家看，我没有摆错地方，我告诉大家，我没摆错。对，这个棋呢，大家本来以为的是摆错地方，是应该飞在那个地方，结果呢，柯洁是真是走在那个地方。哎，会不会第一个眼看会不会摆错地方？先看裁判会不会写错地方，实际是没有走的。他真是走在这个地方。对，这个地方啊，这个你说怎么会往这个地方下呢？我说还真是
这是柯洁的最近是怎么想的？他这个有个新思维啊，那么这个是不是有一个新尝试？我们说如果走这个啊，就是说白棋如果走这个，靠下来，哇，我必须挖，大吃粘住，粘上，哎，你大概是会粘上面，粘上，哎，粘下面，粘底下被断了是不行的，是吧？打拔，它提掉，蒸掉。这个棋现在征子是没问题，没错。哎，我估计黑棋可能会走这个，嗯，因为他那个地方马上还要跑。哦，现在已经引着了。哎，对，走这个跑，虽然你怎么防一下引呢？你可能会损一下。这个不管怎么说，它也是个大方向。我估计黑棋柯洁可能是这么就是想这么下。想这么下，或者这么设计的，哎，这样呢，我就那么。活个前面活个脚，然后再往这儿翘一下，哎，这个位置我觉得不错。嗯，那边要跑，对，哎，然后呢，你要是在这儿损一个，那我当然也就可以了。不损的话，你就不可能去拔一个。对，所以现在应该说这样的黑棋来全局来说，没什么坏的。如果这样选择的话，如果这么选择的话，跟着他的步调走的话。我觉得黑棋也是可下，所以那个往一路虽然看着怎么走有点别扭，别扭，但是你拿它没有办法。嗯，这个棋你说白棋拿它还真没招。是的。哎，这个棋你说白棋应该走什么呢？那个地方直接看着有点像，怎么你走这个，有点会不会欺负人呢？你要是走这个，坚住。嗯，他就往这儿走一个，就又还原了，那就等于拖了连班吧。拖了连班，那他退一个呢，还是走什么？他至少让你心情很不愉快。嗯，他说你不是正兵来的，你走一个斜的，让我在，又其实还原，我心里已经有点变化了，我心里有点不高兴了，因为什么？你走一个这个，我拿你居然没有办法，哎，所以呢，这个时候。白棋李哲呢，需要稳定一下情绪。他走的什么呢？他走的是脱先了。嗯，他走的这个，他尝下去。哎，尝下去，他不搬了啊，搬了断。这个我认为也是一个好的那个什么，搬虎一个也不错啊。没错。感觉也行。你这个棋是打的。嗯。他不肯被他搬一下，对，搬一下也很大，挺疼的。搬一下，打这个位置搬一下也很大。这个呢，白棋也没有说直接打劫或者打不让打到黑棋回去，因为现在出其无劫。没错。嗯，现在呢，你白棋在上面大飞一个。对，看着白棋的棋下的挺飘逸的，就是连落一片，如果你靠我搬了之后，那再打劫或者怎么着，那可能不一样。你要。专门吃我这几个就没啥意思，哎，那么这个也应该说也算好形状吧？对，也算一个好形状。其实我挺喜欢看李哲的棋的，因为他的棋下的很有才华。哦，啊，确实是很有才华的那种。他的布局完全是别具一格的，而且早先就是AlphaGo 跟李世石的人机大战之后，他是写了很多的文章，因为他正好在大学北大读书嘛。现在做学问呢。AlphaGo 的各种优缺点都列得很清楚，所以他有一些，我觉得他现在的棋的风格还是会受到 AlphaGo 的影响，就是他的判断和选择上会偏向于中伏一些，这我们能看得出来。我觉得这个李哲是很有想法的，或者很有思想的一个我们那个棋手的呀，职业棋手的是吧？嗯，让他在大学里面先生活在大学，然后很注意这个学习。然后对这个新的这个 AlphaGo 他也发表文章，对是吧？嗯，有他很多的想法，所以他的棋，哎，我们也可以关注啊。现在这个白棋这么下，他遇到我们这个等级分第一的柯洁，嗯，看他用什么招数，看柯洁下哪。现在他走的这个，对他现在走到这儿，其实整体来说，我觉得。白棋如果说能把自己这个虚的这些子啊，以后就能发挥它的效用的话，对，这个局面至少是白棋不差吧？对，应该说这个应该说喜欢白的也很多，您在都二路三路的挺多的。我现在白棋在中央的那个这个现在走中央，那白棋如果中央的配合好了走好的话，应该是白棋喜欢白棋爱会很多的。对，你看你的二路很多啊，跨二路
一路都有，是吧？特别就是一路二路的混合挺多的。对，现在喜欢白棋的会有多的。现在关键是柯洁出手了，黑棋尖一个，尖一个好棋啊！没错，刚才我们说要抢这个，为什么想要尖冲是有道理的。敌之要点乃我之要点，这个棋尖完，关键的后续手段是。刚才我们说摆那个，这其实我们知道的后面的变化。嗯，这个棋好棋，你退缩一个呢，有点不肯。对，退缩就好像你跳一我尖你就压，那个亏了。对，所以呢，这个棋长啊，一般人是会长的，总是想长出去的。关键是什么？他柯洁直接在这个地方来一下，嗯，打中你的要点了，你就有点难受了。难受，确实是。这个白棋真不知道怎么办了，在这个地方你两头啊都有毛病，嗯，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，这个棋。那如果说白棋往这儿尖，这好像也不太像棋。这个扳断你挖了打一下，它粘上这儿还有个挖断。这个棋你看这个形状，白棋形状不好看。嗯，不好看。这你如果说硬撑这种招的话，人家这虽然现在挖不断，但他靠两下，他一会儿肯定挖断了。你这边还是没有弄好，你这早晚都得补。这个这能不补吗？难道这个棋就有点有点不舒服。这白棋下的不舒服，他本来是想要外面形成一个完整的后势，但是显然这个黑棋从中间把它给穿断了。有可能他就算尖一个，你走他跳出来，你也不舒服，两头不舒服。就简单的。对对对对。刘老师是说，他说我尖一个，尖这个。黑棋尖一个。嗯，这也可以尖一个。假如说你虎吧，可能那我就往前跳一个，往前跳一个也行。嗯、这个黑棋好像大踏步的跳两个，那么整个白棋这中央的势都已经不存在了。就说你走了好多手了，然后再被我穿过来，对，已经有效率不对了。没错。可能即使如此，就白棋不算好。嗯，整块也还这地方还有一些被攻的可能，所以这个地方。就柯洁这个地方很敏锐，打的他的要害疼处了，这个让白棋难办了。难办了。嗯，白棋走什么呢？他有点难过。他选择忍耐了。他忍耐的话，也许你挤这个可能也不得已。挤这个也可能不得已，或者你走扳住，然后我打这个。嗯。也是一种被挖吃一下、就粘住吧。粘上。可能这样的话，也是一种选择，但是他没有断。先度过这个难关吧。然后他是没这么下。嗯，他实战走的，就是说，就是他这个也这个地方也是经过长考。嗯，黑白棋真的长考了，有点为难。这确实不太好办。这柯洁这个地方，我们往前推的话，就是这个可能尖冲。刚才应该尖冲这个。现在呢没办法了，现在最后选择他不得已选择他是走的这个，然后黑棋扳。那你不管怎么说。黑棋先是走成这样、嗯、虽然你这个以后还要打断黑棋，总之黑棋已经便宜了。没错，黑棋便宜了、嗯、先手走成这样，对，已经把你这个地方这个破绽已经漏洞打出来了。嗯，所以这个地方黑棋便宜了，成功了。嗯，然后呢他还不会去补断，他现在才不补断。他是转手再就走别的了。嗯，不过他这个虽然说这个最近很流行啊，这接下来这不，然后下的人也很多，但是现在这个时候点三三真的好吗？我有点疑问。但是现在太流行了，这个点三三，空旷的地方点三三，然后一般现在都是空旷把三三一点一定型，看你往哪边挡，然后在中间杀入，就是破你的空。嗯，这样的下法现在居多。嗯，这种下法就是高效率的下法。是这个，当然最初是受这个 AlphaGo 的影响，这个下法的确它是特别现实，嗯，而且有效。它直接三三让你来定型，你挡哪边先给我选择一下、嗯，然后我的方向明确之后，直接破你的空，在中央破空，简单明了，简单明了，不玩虚的。这个下法现在都是对于我们职业棋手啊。影响特别大，而且大家都这么下了。现在这柯洁你看三三点入，往哪儿挡？
他实战是党这边，我觉得党这边还是让人家选一遍吧，让他选一遍，爬一个。他等于本来挂角啊是我选的，现在变成让你选。嗯嗯，这个下法挺有意思。打爬，你是搬还是走？还是他没搬，他飞了一个，松一路，松一路，松一路也是一个下法，反正大同小异，都是搬一个三三，让你要让你那个，你如果长，他爬一下，然后再往这边飞。对，一般都是这样。哎，但他就把这个哎，对对，可以也可以、啊，对，就这一类的。嗯，哎，那边又捞了，让你自己去围控吧。这个你围的就不知怎么围了，越这个围这个小，你赢不了棋的。对，他这下法挺有效，很有效，简单明了，是吧？这个现在是流行色，流行了。嗯、那么接下来这棋白棋怎么应对呢？刚才我们觉得他如果说单长的话，可能觉得这个控上啊，被黑棋占的也太多了一些，白棋有点虚，所以呢，他会不会选择别的下法呢？我们先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。好，待会儿见。欢迎回来，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棋局呢，是第一届新奥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半决赛第一局，这个是三番棋。由柯洁对阵李哲，刚才呢为大家讲解到这儿，就是黑棋刚刚顶了扳，把三三点了啊，他想让白棋脱不开手。如果说飞的时候他单脱的话，估计白棋多半会脱先了。现在白棋的选择，你是在哪个方向？如果单长被爬了，他就飞了。现在所以呢，白棋，看来不能，也不想再往那儿走了，不想纠缠于那里，他就干脆他走的什么呢？飞下来，飞下来了。他觉得这步棋太大了。这个飞下来的确现在是很大，是吧？飞下来，是的，飞下来他就想经营这个，没错，成这个大空，成这大空当然是挺好。如果你打入，当然是他欢迎了。现在呢，黑棋就给他成空了，他是走什么？他打吃接上，然后黑棋其实这个利益特别大。为什么呢？如果让白棋搬，那就是个好点了。假如说走个别的，白棋一搬，搬，那多半你如果一挡，它就断，是挡不住的。对了，这一断怎么办？关键这个利啊，它是什么？它利完了，防了你这个搬断了之后啊，它就不一样了。它这个多半只搬一个，它只能虎出去。现在黑棋哈，现在黑棋，黑棋它利，对利，这个利完它主要还有跳，跳进去，跳进去，你这个空呢就缩小了。对，这个利又防自己，又能缩小白棋，所以呢，这个是白棋，这个是好点。所以你不要贸然打入，他后的这么一打入，这个棋啊，黑白棋目标就明确了。对，现在就立一个挺好。现在白棋他走什么呢？他就白棋压一个，我长一个，再压一个，那继续来，这等于是推长城的，直接要围中央。这中央围多大？下面就是一个，实际上啊，是本局后面的一个中心焦点，矛盾的焦点了，就是围看你围中央围多大了。现在那个飞那个斜飞，那叫这个很少见的，还就放在那儿，大家都不走了。好歹也欠一点。对呀、那个地方本来还不是小飞，还是个大飞，还在这儿星位有一个还大飞，现在该轮黑棋了，是不是该也该照应照应那面了？是吧？现在黑棋终于腾出手，人家白棋老不走，他就干脆又走了一个。现在等于是这个形状也是很少见的啊。现在白棋该白棋了，白棋往哪个方向走？白棋呢？这个时候啊，他走了一个靠。我有点疑问，对，这个地方，我想着，当然我是看过后面的进程，我想刘老师这地方我能不能下得松缓一点，比如说正一个怎么样？哎呀，咱们，我觉得我正想说呢，这个地方我是第一感是要走这个，这靠是一个明显的有问题的，这靠一个人家肯定要跟你站这里、从棋理上说，你他越弱的子啊越不能碰，对，对，一定要松着攻。这是第一感，专业棋手第一感。李哲为什么就靠一个？我这个实在是不敢想他有什么想法。往后看看了半天，我没看出东西。对，就这个地方，一下影响了全局。没错，全局的走向都变了。而且如果你单震一个，就哪怕黑棋点三三，多么好的配置，都这个全局来说白棋不差。这个地方虽然被亏了一点，白棋全局仍然还是
漫漫长长，这个棋白棋不差。其实我更喜欢白棋。你也看，邱老师都喜欢白棋，反而这个棋让人选的话，你选白棋。因为这里啊，虽然说刚才黑棋便宜了一下，但是如果说接着让他出头，他还难受。他这个还欠一手。他如果压，哎，这个地方是欠一手的，压也压不动，被扳住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对对对。这个地方是他欠了一手棋。对。欠一手棋呢，不管怎么说，你总欠一手棋，别着急，只要以后我形成压力，这手棋早晚得回去。对。现在呢，他不回去了。嗯。现在呢，你只要松着，只要你的联络形状好，你震一个，等着他，让他看怎么处理。对。他处理也且在处理呢。嗯，他如果靠啊，你就扳断他就完了。没错。他靠这个啪扳断他，你这个作战还是白棋怎么会怕他呢？对吧？没错，这好歹白棋人多呀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棋不会，白棋不会怕。嗯。怎么作战都是白棋的，太多了是吧？白棋都在外围呢，你都在三二路上是吧？这个你的四路现在就没几个，黑棋的四路下了半天，四路没有几个子。那都是在二三路的问题。现在你只要把中央摆正位置，这个棋白棋不差。对。现在而他的走的李哲，这个我认为是他的从此走向这个失败的道路，是吧？从此就局面就不同了。对。哎，这个棋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可能跟自信也有关系。现在等于什么呢？我震你靠，我去顶了。最大的俗手不就是顶了给他挡？哪有这么顶？哎，你总是要扳断，嗯，哪怕走也是上面扳，不能去顶。现在他是顶完之后再扳，这个棋呢，黑棋抓住机会，他走这个，嗯，然后这个断也是必然的了，然后他粘住。其实他靠的时候呢，这个变化图是很容易想到的。我真的没觉得这个变化图白棋就很有把握，或者说很好占。你说就现在下成这样，下成这样，这不很容易想到的一个变化吗？不，我就是说第一感，你是不能靠。对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靠，这个总是要震。想不通。如果震或者怎么着飞一个，总是在中间震一个是第一感。嗯。但是他靠一个，我以为他有什么新的想法。他实际上这样走完了之后啊，你看着现在这个战斗形成了一个战斗，我们再往下看，这个第一感是要打的。对。这是必然的。因为这个有打断的问题，所以是要粘的。你如果再压，它会打断的。这个棋它是也很散落。这个棋呢，本来是要补断，现在呢，它有可能被借用力量了，就变成一个有可能是个友军了。哎，它一粘上，然后再发挥它的作用了。对，它压一个，这两压呢也是成为先手。然后它往这里来飞一个。嗯。这个棋呢，等于倒过来了。嗯。现在黑棋啊。本来就要往中央渗透，结果你白棋是给他帮忙了，对，白棋帮他忙了。现在呢，白棋这一块看见没有？这几颗子啊，这几个三个子起作用了，嗯，这起非常好的作用，把它最佳的效率发挥了。现在这个棋你如果吃黑棋这个，那就是跳下来，对吧？对，他只能跳。如果跳，那黑棋这么一靠，哦，这个白棋。这个白棋你自身还要有问题呢，嗯，走什么？他要是吃上面的话，他这上面肯定得加一个。你走什么？这个棋不知道了，确实不太好办。哎，搬吗？搬一个，搬一个，这一搬，好，这个已经这五个已经先断开了。断开，哪怕你能够挣扎出来，嗯，我这个就变厚了。对，本来我的薄棋变成我的。我现在攻你了，我主动了，是攻守逆转。嗯，那个吃哪怕20目，那个小意思，全局完全是落到黑棋手里了。嗯，因为本来是黑棋薄被攻的，现在呢，你看这个，你有可能你的忙活是跑还是不跑？不管怎么说，我这都变厚了。嗯，这个吃的得不偿失。没错。所以这个方向有问题了。对。现在突然间。让帮着黑棋走棋了。现在从这个时候，柯洁的力量发挥了。如果说这个跳下去不能跳的话，那刚才这个靠实在是，哎，全部失败了。你本来的这个方向不知道在想什么了，对，这个棋就有点问题了。现在，嗯，白棋这个时候他是那个地方不能吃，那就他走什么呢？他靠在这个地方，他想在这个里借力。如果你搬呢，他或这个他这样借点力，但实际上这个时候你看到处是硬。我已经都二路那么多了，不可能我再去底下立一个硬了。
这个棋呢，这个棋它是往上尝一是下，的，可以往上去尝。尝一个。哎，你如果哎对粘上，我再挺出来了，就那把这吃这个。啊，对，它往这儿冲一个就行。哎，对，你如果粘这个，它会挺那个；你扳它就断，然后你长我就贴，对不对？这个棋就是你这个死，如果这个一死，这个断就没有不需要再加补了，那省一手棋了。哎，所以这个棋白棋又不能，实际上这个时候啊，黑棋不可能说是听话了，它是都用强了。对。好，我们往后看啊，现在黑棋长是吧？黑棋对，黑长棋的这个。长了一个，他是走的这个挡住，挡住，他然还后是再冲，怕这边被你冲这不过来。可能被我搬起来啊，只能这对，个，然后再一冲，挡住，我这一叫吃，不能被我提啊，这一这个提都棋挡不住受啊，不了，对呀、这几个子又被要被割啊，断然后他这再一点，他又难受啊，了。天不知道怎么应了，真的，因为我这现在不知道怎么应，很讨厌，哎，如果你虎我这一挡以后是已经有过的。那个什么对了，对，哎，就过的形状了，哎，有可能那飞都有可能先省一下，然后他是爬一下，然后让白棋黑棋粘，这个也很讨厌，不知道补什么了，形状打到我痛处了，不知道走什么难了，受，难受了，吓得，这个白棋不知道走什么了，再强行的走这个，然后被他这个便宜，你的粘上，然这个后被走。白把他形状走的他眼位也破，然后的便宜也占了，这个棋黑棋舒服。没错，黑棋关键往前一还飞滑过，呀，他过了，一点招没有，断不开。回家他这个了。打吃是先手，对，他回家了，他这个棋你还真拿他没招，靠山是低杆，但他因为打吃先手，他这个一夹就回家。他不先打吃，他先加一个，他其实先打掉也可以，也可是哎，我倒觉得打掉省心了，我倒觉得他应该打掉，吧？哎。他不打他，但是，他这个先保留一讲究下，形状，但是也可以。要是我就打掉算了，看得清楚。打掉加一个他是没招啊。他现在好反过来，终于腾出手来走这个。但是现在你要注意，这个白棋看着很长很大，但是这个你的死活还要小心，对，他并没有活。并不是高枕无忧的。棋现在被他这一点一走，这个棋没活。对，现在黑棋先整形，靠一个，好棋，然后走这个，然后再加一个，小这都尖，是他为了什么呢？这个地方还瞄着你呢。对，一般的是都是加连扳，他现在这主要瞄着你，你总是要粘，补住，盯对吧？住，他这个形状好，我下步我这一尖就回家关键是白棋全进去了。哎，那可不行，如果你一打我这一尖，你这还是麻烦呢，这个棋。是的。哎，所以他这走什么呢？他得补啊，他是走了这个，对，飞一个，飞一个，然后他还刺我一个，哎呦，这个棋有点难过，吓得难受了，黑难受，棋，这个棋白棋有点难受，哎，这个棋你是单粘还是走？单粘呢，它还有一些变数，他有可能是不是？如果说白棋粘上的话，是不是直接就冲断不是，他先不走，先搬那边，以后有跨断的问了？题，还有眼位多一个问题。这边先哎，动有两眼下，位反正的，这边保留一个冲断不，了。他以后虎一个，就眼位是多出一个。哎，他这等等，他有很多变化。他是先靠一下，单靠一也下，许他是想着，现在也只能不能被他冲啊，对，走这个。好，这样算是联络了这吧？样连了，他就眼位可能他要真吃你的时候，有可能眼位他，你一个没有一个明显的眼。没有两个眼是哎，吧？就是黑棋这个地方做一个眼，他就得。但是呢，白棋也不明不白的，这是不是联络了吗？也不见得。对，我就说白棋有没白棋也没联络，这一有，我担贴是心怎的么是回白事棋啊？有没有活。对呀，这一贴怎么回事啊？但现在黑棋不忙着走了，他是走这个就够了。他搬一他搬一个，搬一个，这个形状打的白棋也很疼。个。哎，随时的这有跨，有各种手段的，都是有的。那白棋这个棋形状不对了，这个黑棋，你说要这个棋死，还就不是太它可能很不吧？太可能了。黑棋，他这儿不说别的，我一打吃，您只能冲过来，我这儿还有只眼呢。对，要不然是，打吃，如果冲这个的话，我粘上怎么那办是这个棋啊？比黑棋下发多了，对啊。就是说我就是说黑棋要吃黑棋就不容易了，是的。哎，你这个棋你也只有把打了被反打，
更不行，打一滚包，一滚包更不行。所以你这个棋就之前这一段黑棋啊下得漂亮，是的。那原因呢就是你靠不对，那是因为白棋没下对，白棋没下对，白棋没下对，方向不对。现在黑棋搬，白棋搬，长一个，嗯，对，是他只要活即可，哎，你再压一个。这个时候黑棋来了个狠的，他搬上了，他还搬头，哎，意思就是说你断我呢，你如果假如你断是吧？黑白棋断，打一下，先打一下，打一下，再断一下，哦，再断一下，让你就已经，你现在白棋走什么？我不知道走走什么，我不知道走，真是有点难办。而且这里面的卷，他就有可能别人小心把这个卷死，嗯，很有可能，对，这个棋就危险了。他如果说最很危险，狠一点在这儿，很危险。但是这个好像被一挤，这个很危险，这怎么办呢？都很交代，这全被断进去，这块棋就交代。小心小心，这个棋就是非常的难，而且他这个地方有种种的利用，嗯，种种的利用，嗯。这个棋就不敢那个什么了，不敢贸然行进了，所以这个棋啊，白棋都不敢断了。这个真的是应该说他这个棋不能断，他断觉得不行了。他如果搬的话，这个靠下靠进来也要依然要成，哎，也有问题。嗯，如果说白棋搬这个，哎，对对对，靠进来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现在依然是残留有断开他的手段，对对对，主要白棋还看着整块棋都没活，都很讨厌这个棋，很讨厌，恐怕不知道怎么，不知道怎么，可能黑棋就是想这样搬一个靠一个，对，就是想这样。其实要是我有可能单靠都有可能，都不搬的，揪住他，揪住搬都有可能。嗯，好，看他的实战吧。这个白棋难受了，断又不能断，搬又不能搬，他就找头绪了，这是找头绪了。他这个时候，因为你之前没有打，那么我来找找头绪，他加一个，是的，哎，加一个，你再打他就吃了，他就现在来这个，是吧？他冲这个了吧？冲这个，他是冲那个，冲的，冲这个意思还原是一样的，对，他走这个也是叫吃，对，提掉，然后我干脆抓他两个，这样形成一个转换。反正你走了，他冲回来，拐住，哎，这样呢，就是说我后面对是的有一个回家的门，那减轻这个大龙的一些负担，但是呢，你这面敞着怀了，这面被他一长，你的基本控基本就不好办了，嗯，基本控完了。情况因为如果说他有个一路肩过之后呢，上面他想断就可以断了。但是那个，但现在来不及了。现在不对了，你这个便宜，那都是肢解问题。嗯，这个是主要矛盾，关键问题。他只要这块棋不被你的，然后又破了你的，这个棋就你的方向就找不到了，这个棋不好下了。这确实从这个靠开始，就已经万劫不复了。对对对，感觉是这个不对。嗯，这个柯洁下这个他那游刃有余，他太这个太容易了。这个你要吃我这个，嗯，我这个应该说没有没有可能性，所以他回补一个没办法，然后他补一个，他把这个断点补这个，这个现在眼位就比较丰富。是的，这个黑棋你要吃它那就太难了。嗯，现在那吃它吃不着，那就比控了，那只有看控上能不能胜它。没错。现在白棋那尝一个，那这个地方先放一放，嗯，暂时不吃了。那黑棋是走这个吧？并一下，并一个，并一个呢？它到这个地方有冲断，一冲断完，这个地方有杀，这个地方四颗子有杀，嗯，它出一冲断就行。所以这个棋黑白棋，白棋先之前先点一个啊，先上，还要给杀黑棋，不能被冲断。你要现在来这个杀的话，被它冲断，这个棋还杀不过它。打吃粘上尖回去，一路上尖回去。这个时候黑棋终于等到了，让你一路尖，他便宜了、你杀不着他，嗯，然后黑棋腾手，这个是要做活，你要不走，被他一尖，你这块死了。没错，这个棋算是黑棋这块棋算活了。但问题是活完了之后，待会儿黑棋往下一拦，这三个子对对对对对，你要黑棋放一个子，这个出问题，这儿有个断，对你还没连上呢，那就很有点支离破碎，
没错。白棋是不是也在？白棋走了一个。再走一个，好。是的。白棋这个要补的，因为不补啊，这个棋不刚才说，邱老师那一下来那很大。嗯。黑棋。黑棋小尖。对。嗯。小尖一个，那你的空。全没了，空没了，好心疼啊！你要是这个再围啊，你要飞，我再飞下去，你走这个，我尖一个，没多少空啊。嗯，那面也漏着风，这个地方围啊，围出十目都有勉强，就是围个十几目也就那样了，就勉勉强强。你围了半天，没围着什么空，所以这个棋啊，它活在你的里面，很难受，是吧？对，这很难过。那么白棋这个是不是也很大？搬了连败也很大。他就搬了连败。不搬的话，被他这么一长一长，你又是带木的，这个连败应该是。带着木的还对你有威胁。对，这个很大。嗯，这个很大。是的。啊，这个棋就继续往里蹦，把你的木都给破了。啊，之前呢，这个棋白棋搬他一下。哦，他搬了一下，搬跟他交换了一下。之前这交这个是黑棋是必须要加，不加如果你断，我们摆一个这个断。那这个爱好都知道该怎么走，这一打吃接上，这个棋那是白棋在这儿，对，那这个劫就黑棋就麻烦了，那所以呢，这个棋是扳是他的绝对先手，这个棋呢，我们说当这个时候扳的时候啊，黑棋加一个，以后你反正在这打了粘上，我这儿有个度过，他可以打断，就是黑棋能回家，也不成，不是关键的问题啊。然后这个棋他连扳了之后，黑棋呢这往下一跳，跳了一个，跳一个不走这一，这地方下来还有先手啊，对，是吧？然后这个再走一个，他就往前尖一下，跳一下，尖一尖。这个棋呢，他就叫做他先在上面走了两下，渗透一下。然后小尖一下，对，尖完了之后呢，你这个一断呢，这四个死的，这四个是奇筋啊。这一断呢，你靠它有一哇接不归，把你吃掉了。这一断这四个就掉了。那么白棋先尖，这个要粘上，靠一个，对，再补上这个挡住，对，把这个算回家了，这个断算回家了，冲它就退，它关键它那个地方还有收的木呢。这四个实际上很大。对，是这样。然后黑棋尖一个，是吧？在这儿，那个地方该白棋收，对吧？白棋把这个打拔了。打拔先打拔了之后，打拔是很大的了，非常大的一步棋。黑棋挡下去了。挡下去，好。很大。那么该我收你的了。这个是白棋比较舒服的地方。对。但是问题是，这个全盘的木好像这白棋有点少啊。这个度过呢？是我的先手啊，这个也是，本来这就是我的权利。对。但是黑棋就要扑掉。扑。这个收法。提掉。提掉，然后黑棋收。有个接不归你的补啊。对。是吧？白棋先把，先这儿立了一下。立一下。对。立一下，是不是还瞄着你这一块呢？对。这块棋，黑棋的巨龙啊，你的两个眼没有明显，中间是一个眼，我这一打吃，你粘上是只是一个眼而已，那你不可能要坐，现在当然活了，但是你要不坐的，我这一打你没活，黑棋呢？黑棋冲了一下吧，上面对，黑棋冲了一下，这先手，这先手啊，这不走被他一尖，这是吧？这是所以那个。他是度过的，这他先手，然后黑棋补的这个，打我就粘上，中间他认为这一个眼不是问题。这儿你要后手破眼，我这儿做个眼就行了，我特别坚实的把两只眼码给你看。对对对，他有两个眼，能够省得你再惦记我死活问题。对他这个眼是不成问题，他只要这是一个眼，另外再找出一个眼即可。现在白棋是粘上了吧？粘上了。粘上。打吃粘着，这个他比较愉快。六目先手一粘，你还得往里缩一目。这个棋呢，他算是便宜着了，这是他的权利。下面就是白棋，你要是正常收官的话，应该说差距很大，不见得够，差距有点大，有点大吗？是。那黑棋目还是很多的。哦，这个目，你看这个目，白棋的目在哪儿呢？
没有明显的，没有基本控，基本控很少。就是主要这个多点儿，这棋有接近50目了啊。这个白棋的目太少了，这儿有个6目棋倒是，但是只有那个边边空，但碎目没有什么大目。我给白棋能数得出来的有20多目，啊，所以就差距很大，差距很大。这个棋打吃了是他先手，对，然后度过，对，断了。这个棋呢，他是要想把这个留下来。对，你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去吃，就只要不吃就行了。只要不吃，怎么收官你都能赢。对，如果你吃完，好，我们看出来啊，如果吃，拖一个，这一扑打吃。打吃，好，这就翻盘了。这个就翻盘了，是吧？这个肯定是不能这么下。然后这个棋你只要不吃呢，它是，对，它断了一个，这个断了一个之后，黑棋该走什么？黑棋靠了一个。哇，这个出手很重啊，这个靠一个好棋啊，柯洁这个厉害，怎么说呢？你靠冲我这一断，吃我这一粘。你不是说要吃我这几个子吗？我还不答应。你要吃了我双脚吃可不行。对、啊。你粘这个的话，好。没小尖。这一小尖。这边四个留下了。这个就完了。你虽然吃完这个，那个损的可能更大。这一转换可能又亏了。是的。所以这个靠一个是他的好手啊，这一靠，这个棋局基本上就不好办了，这无法抵挡。没错。这个靠一个。他往哪儿抵挡啊？就找不着方向了，也挡不住了。挡不住了。他走的什么？他最后抵挡。他走的并这个。这不好办。然后黑棋一冲。不是，他是加一个。哦，他是加一个。加一个，他这个走的狠，他是加一个，不给你那个什么。他都不让他退。不让的，没不给你退。不给你退路。白棋只能长，然后他粘上，白棋一粘。他不能不粘，不粘被人家冲过来，这棋精死了。他再一冲，这个厉害，这一冲啊，冲垮了，你没得挡，你靠就挖，你只能猴着一路一路跑，就这样。不，他这个棋还先那个啊，这个再冲过来，那就完了。这也很简单明了，你要再不走，我就把你断了。这个很难过。断了就行了，然后这儿还吃回去，还能再吃回去的啊！这个太难过了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这白棋这样肯定不行，这样不行了。这样的话，被他一路一路顺过来，给他冲破了。对，那个这样的话，就是白棋一下子被他这个形状，这个靠形状给打垮了。是的。这个不好办了。对，下到这步的时候呢，就白棋终于没有再继续了，就中盘认输了。其实这棋，我觉得这前半盘白棋的棋形还是看着挺舒展的，您觉得呢？但是就关键是这个战斗的时候，这个靠高者在府，就走中央的棋其实最难。中央棋很难掌控。中央的棋你要运用的好，那才是高手。对，但是这个棋啊。白棋其实刚开始黑棋老是2、3路一爬捞的很多，他就是让你白棋在中央看你怎么能够走的怎么处理。其实我觉得诱因就是这个前面的靠，就这一靠。你在中央随便马一个那个棋，白棋我总觉得你看邱老师还喜欢下白棋。我觉得白棋挺有潜力。很好，中间很广阔。是。可下的。我喜欢这样的白棋。是。这个后面这个从那个开始这一战斗一下子就转回来了。对。那是柯洁的就是他的独擅长了。对，没错。我觉得李哲呢，他对于前面整体的棋子的配置啊各方面还是挺强的，有他的独到之处。
但是问题是，可能也是九书战阵，这个靠，觉得和是一个很明显的事物，就是咱们还是觉得有点不理解，可能到时候要问问他本人到底是怎么想的，为什么要靠上去啊？不管怎么说，他能够打到这个新奥杯的半决赛，前面这么一路走过来，已经不容易了，相当不容易的。而且当年的时候，李哲其实是很厉害的，他当年在维甲的主将榜上胜率排名第一。哦，这么厉害！对，曾经有过这样的战绩，但是呢，这些年他稍微淡出了一些，但是有时候也是在下棋的，并不是说完全淡出的，所以我们也期待他的回归可以对这个前几名，比如说像柯洁这样的，造成一些冲击，觉得也挺好。期待他的有好的表现。没错。那么这盘棋呢，我们再给大家稍微捋一下，就是说，除了这个靠以外呢，白棋前面的一些构思，我觉得可以考虑，就是说，在这一代，刚才呢刘老师说尖冲一个，尖冲一个可能会不要大跳，哎，对，不要大跳，尖冲一下，他就跳住，那样的可能更加那个什么。那前面黑棋这个，其实你说边边角捞的低位，尤其是那一招棋，那个其实是一个新的尝试，哎，很少出现的。对，它不是飞，而是超大大飞，在那个地方超大飞很难出现的。应该说白棋是有很多可以选择招数的，没错，是这样。还有黑棋这个点角，他这个招法呢，就是捞得有点过猛了，对，给我感觉就是。所以我觉得对棋迷朋友的建议还是不要学黑棋的招法，因为你学了之后，你没有柯洁后面这样中盘的力量，你掌控不住，你发现人家中间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然后你这进去呢，你又没有自信说能活出来。对啊，所以还是不要选择这黑棋这样的下法比较好。当然柯洁他是有他的独到之处，我们也不好说什么。是确实是。那么后面呢，其实白棋如果说选择正这个的话，至少是一盘漫长的棋局吧。对，您觉得呢？是这样。现在柯洁马上要跟那个他这个下这个各种人机的那个战术啊，对，所以他可能有他的想法。确实没错。还有棋友就是看棋的时候问呢，说这个棋下成这样是之后白棋是不是应该打了断掉，但是这样的招法一般是不要采用，最好是你走在外面让它粘回去，对，单关要留给人家下，马上打断你的一手棋也是也没错。那么下完这盘之后呢，柯洁半决赛三番棋呢就是1-0领先，后面还有两盘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